The St. Stephen's High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 held a celebration of the Alma Mater's 107th founding anniversary and Alumni Association's 78th founding anniversary and homecoming. 圣公会中学校友会举行庆祝母校创立107周年校庆暨校友会成立78周年回校联欢大会。2024年7月21号中午，圣公会中学校友会甲座母校小学部五楼校友堂举行庆祝母校创立107周年校庆暨校友会成立78周年回校联欢大会。本次活动的主题是怀念恩师，无私奉献，永志不忘，旨在感谢母校的栽培和恩师的辛劳，并再次重温那些珍贵的校园时光。李少谦理事长担任大会主席并致欢迎词，他代表校友会感谢各位校友拨冗参加，为校庆活动增添了无限的光彩。他表示，即使退休老师们已经从教育事业中退下，但他们的奉献精神依然令人敬佩。多年以来，他们辛勤付出，培育学生，引导学生们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徐月娥代校长在致辞中向大家介绍了母校这一年来的成绩，他衷心祈祷各位圣公会中学的校友们能够团结一心，共同为实现上帝对圣公会中学的旨意而努力。名誉理事长曾国强向大家介绍了校友会近期为母校筹措资金装修教室项目的情况，并希望热心校友们能够慷慨解囊。副理事长杨德海在致辞中向退休老师们致敬，感谢他们多年来的无私奉献和辛勤耕耘，用知识和爱心灌溉了学生们的成长道路。随后，大会向中文和英文退休老师们致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感谢。活动期间，99届、94届、89届、84届、79届、74届和64届校友分别向母校呈现礼金，以表达对母校的感激之情和支持。单怀中联杯篮球赛中夺冠的圣公会中学校友天才武金航篮球队也出席庆典，与大家分享荣膺。执行副理事长杨培勇致谢词，衷心感谢来宾、校友和老师们的参与和支持，让庆祝活动圆满成功。圣思提芬堂正理事张子岱和执事施慧明宣读圣经，吴明正牧师带领感恩祈祷并祝福，副秘书长施安顺和校友会海外分会组组长林文龙担任大会司仪。抽奖环节更使全场的炽热气氛更加高涨。期间，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穿插整场庆典，赢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和赞叹。整场活动在欢笑和祝福声中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Chinatown News 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